告显示，本次做出调整的项目涉及四块用地，均位于斗门区白蕉镇兴清工业园东片区。其中 B204E032 地块将增加黄杨花园保障性房源的供给量，为增加住房供给量，其容积率计划扩大到 3.5， 总用地面积超20000平方米，人口规模将增加至原来的2.17倍。调整后将提升我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能力。记者了解到， B204E032 地块位于新科二路东侧、虹桥二路南侧、红叶一路西侧，项目规划用地面积为20115.17平方米，计划总建筑面积70403.1平方米。目前该项目地块内已建成黄杨花园保障性住房一期，共有2栋13层住宅楼，建筑面积14226平方米，248套保障性住房。而黄杨花园保障性住房二期也将在该地块内建设，根据概念性规划方案，将建设多栋住宅楼，新增1100多套保障性住房。按规划，该地块停车位配建标准也将进一步提升，计划建设停车位280多个。此外，还将计划建设近1000平方米的配套商业区、垃圾收集站、物业管理用房、公厕等配套设施，也一应俱全。黄杨花园保障性住房二期将建成什么样？从效果意向图可以看到，拟建的住宅立面以干净简约的直线条为主，而花园景观则以柔和曲线为主。通过雨水花园、透水铺装、透水停车场、调蓄景观水体及雨水灌等措施，打造海绵小区。此外，小区内的车行和人行出入口将单独设置，地面车流将顺时针单向，而行人则主要通过中央公共通道通行，基本实现人车分流。该保障房项目计划于明年9月份开工，建设周期为2年半。